大家好，我们这一波来开箱，又是摇摇鱼的一个国产桌游。说到三国题材，那如雷贯耳的肯定是《三国杀》，伴随了不知道多少玩家的童年。那么这一波呢，它是一个三国主题，但其实它是一个区控类的桌游。这一类其实设计还是比较新颖、有意思，而且它这种故事的代入不单纯是。不管是克苏鲁主题，还是各种什么埃及众神等等，而是换用了我们三国耳熟能详的主题，应该会有一番不同的表现。好，我们还是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。我们先来开箱《三国群英录》，首先打开之后是一本规则说明，里面讲了各种角色。以及一些典故，毕竟它是亲子向的一个，要教育小孩。然后呢，是一本规则书，主要都是图，也是还是比较清楚的。然后各种以及卡牌列表，然后就是每个势力的人物一个纸质的一个例会模型。可以看到，魏国的是曹操典韦张合郭嘉夏侯惇许褚荀彧司马懿徐晃张辽，吴国从孙坚开始，孙策没有孙权，没有孙策吗？哦，孙策在最后，孙权太史慈周瑜孙尚香黄盖鲁肃陆逊吕蒙，唯一女性角色。哎，它是红色是给的吴国，绿色给的蜀，刘关张诸葛亮赵云黄忠马超庞统姜维魏延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群雄，群雄呢肯定董卓吕布貂蝉华佗袁绍张角颜良，马腾公孙瓒，那他这个有颜良没有文丑啊，然后还有很多。所谓群雄呢，群雄里面人物那么多，对吧？刘璋、刘表这些，张鲁这些都应该算群雄。好，这是他的一个人物，每一边呢是选抽五个，选三个，然后是他这个版图。这个版图呢，就是因为毕竟它这个区控类，它是一个简化版，没有那么复杂。还是那句话，是给还哦，这个。这个主图，这个主板图还是挺大的，一共是三折排起来的一个主板图，有各种西凉、长安、洛阳、汉中、巴蜀等等，武陵、长沙、江西、江东，哎，有江东这么一个地方吗？徐州、青州、兖州、冀州、幽州、冀青、幽并、洛阳、豫州，它有些是州的名字，有些是城市的名字，有些好像是县。像巴蜀，巴蜀呢，它就应该是益州，对吧？不应该叫巴蜀，这个还是没有那么严谨。下面是胶州，好，这是一个主板图，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。然后呢，就是。每一边，首先来吴国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每个国家都是有各自的武将的一个排堆。我们来把它打开看一下，它是也是扑克牌装，很好开包。好，每个国家是有自己的人物例会、人物牌，以及所谓的叫什么来着？计谋，孙权、周瑜啊，都是比较。卡通和真人相结合的孙策、孙坚，啊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女将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好，然后是调兵遣将啊，各种这也有花费的。怎么蜀吴国有识破的诸葛亮啊，韬光养晦，还有离间美人计，还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等等。好。这是吴国，当然对应的有很多指示物。然后是蜀国，我们也来看一下蜀国，看它有哪些。
人物计谋。每个武将呢都有自己的独立的武将技，要触发士气才能使用。好，当然一开始刘备以德服人，怎么感觉浓浓的三国杀的味道？卧龙一身是胆，每个武将都只有一个单独的技能，然后每个不同的势力是有不同的蓄势待发，华容道你先像是桃园结义不一样。好，这是一个蜀国，然后我们来看魏国，看看魏国对应的又是哪些。是这个还是要好。第一个那肯定是曹老板乱世奸雄，许褚又是典型的虎痴扛着一个东西，郭嘉、荀彧、司马懿，他这个里面武将没有自己的血量，都是相当于自己带的兵所表现的，势如破竹，离间计没人也一样，煮酒论英雄。好，这是魏国势力，最后那就是所谓的群雄势力，他应该也像三国杀一样给整一个晋势力，当然了他这个时代背景毕竟摆在那儿的，理论上说这些人根本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，对吧？如果刘备出生在已经占据了益州，那董卓早就已经被诛杀了，吕布甚至袁绍这些都已经败了，公孙瓒、华雄、貂蝉、华佗，华佗那肯定要治人啊，果然好哦，大家都有很多的调兵遣将，因为不需要丢手牌，他也有蓄势待发，他也有华容道，太师弄权暴政，怎么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好，这最后是一个群雄势力，四个势力各自的小 token 就不看了，然后就是 四家自己的面板，武将行动、武将计、发动谋略。武将行动呢就有三个，征兵、移动和进攻。好，抽牌弃牌，然后根据人数不一样也有不同的得分。好，这是一个玩家面板，然后呢就是他的所谓的步兵，步兵头就是成功，就是铠甲或者是气势，还有呢一个叫骑兵头，说白了就是每个面都有好处，是根据头多少个是根据自己的兵力来决定的，然后这些呢叫相当于其他势力，一开始的时候地方都是被其他势力所占据，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底座，他这个底座呢是专门处理过的，它下面是有一个数字可以带兵一到五，能够直接在上面能够调。好，最后就是一个所谓的目标卡，目标卡本质上就是最后在计分的时候看你是否满足以上的一些目标，最多的占有红色区域的什么水资源的就得两分，每占于一个什么就得几分，每个人一开始抽好像抽一张。好，就是整体就是这么一个区控类的三国题材的，还是很有新意，也算是为数不多中文系列的三国题材，而且是不是三国杀不是身份猜类别的一个新的桌游。好，这就是整个三国群英录的开箱，真的是多少豪杰辈出的三国时代也有了一个新的玩法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